盗版《我的世界》荣获2557万下载量，《我的世界》盗版游戏真的玩不过来了。游戏名《我的小小世界》啊，《我的世界》的亲弟弟《我的小小世界》，一看封面，超大空间四个字写的超大，差点没糊我脸上，生怕我看不见。哦，我懂了，意思是《我的小小世界》拥有超大空间，可真是小小的身子，大大的能量啊，专业呀、啊！绝了，这游戏还自带认证，大城市都是小村庄起来的，是这么个道理啊，哲学家。第一条乐评，就让我不要相信那些胡扯的，超级好玩，开心死了。前三条都是好评啊，还都加了精彩评论。随便抓了几条近期的评论置顶，这游戏商家的公关能力真是顶呱呱啊。进游戏，创造生存，线上实时对战四个模式，一应俱全。随便开一个创造模式看看，下载界面也是随便扣了张我的世界的贴图就往上放。你别说，这虽然地图材质完全照搬 MC， 但是单论手的真实度，我的世界已经输得一败涂地了。左边控制方向，右边可以选择开启飞天模式，乍一看很专业。里面的熊就有点东西了，听着厚重的嗓音非常的真实啊，不知道还以为是打一头猪呢。主角就更嚣张了，隔空打熊，对着空气连撸了几拳，打的熊那是节节败退，应声倒地，厉害呀。可以发现啊，咱们这个主角也是个功夫奇才，轻功水上漂那是无师自通啊，想潜水那是不可能的，水里有鱼，一手空气拳硬是把鱼打得连渣都不剩，高手。那么既然是创造模式嘛，这个创造功能肯定是少不了的，选择下我们需要的建筑、环境、车辆、宇宙飞船、船只那是应有尽有，先不管其他的，随便盖个新手屋看看，别眨眼，史上最无敌螺旋简单。手指头，甚至我还想再造个布加迪，别说布加迪了，这游戏就是宇宙飞船都能给你整上几个，甚至你要个钢铁侠我都能给你刻一个出来，就问你专不专业吧。再看一下这个游戏建筑材料，那是多得不得了，好家伙，这个花田良田城市公园那是应有尽有啊，我说要在这个游戏里盖个美利坚共和国也不是不行啊。这游戏厉害的是还能进入黑夜，也是有一些夜晚的生物啊，这个僵尸村民啊长得人模人样的，可惜是个瞎子啊。我是南摩人，想看更多游戏视频记得关注我。